你找我？啊，待会呀，我要出去一下，你出去帮我买两瓶酒，我要见个客户。等会回来，你找财务报销。老板，那个我……怎么了？快去呀！老板，我不够钱垫付。你呀，也老大不小了，该存点钱了。没有点钱，以后怎么办呢？以后我一定存。彩晨呐，你也不小了，你能听进去一个外人的话，怎么就听不进父母的话呢？现在年轻人的生活就是这样的。哎呀，我不想跟你解释那么多了，你不懂的。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不想跟你说那么多了，我要上班了，我挂了。其实你父母说的对，不要等到急用钱了才知道未雨绸缪。好了，先拿去报销吧。